啊，所以养山养养牛力啊。好像较高啊。你这边两个牌子都大，两个牌子都大啊。你这边等于我贵了，新蒙掉了啊，等于我贵了，新蒙掉了，两个牌子都大。你个身边人照顾好哈。大家早安了哈！大家早安了，早安！咱今仔日哈，上官比赛，你是你不啦？你炸掉啦！你都讲那个炸掉啦，嘛是爱红心吧？哎呀，等于是门前现阶门外金出街了，啊，就是啊，咱台湾。是有尊严的台湾人，对吧？对。咱台湾人欢迎有尊严的中国人来台湾观光，对吧？对。但是，台湾人，台湾无外省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台湾当然有这个低级的外国人呐、啊，所以咱今天就来这。新闻局内底有一个外国鬼，欺负咱台湾人，听听对无？对。咱来要求啥？战时作战。咱来要求战时作战，对不对？对。特使查办。对啦。请主管令特使查办，请主出示。外国人。点点啦。要盖新公楼嘛？点点嘛嘛。点点啦。外国人要驱逐出境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今天来这，要甲苏进兵呼吁，伊爱唔通认错做弊，唔通侮辱伊的祖先，做一个台湾人爱有尊严，对无？对。这种的卡笑，叫做犯难情啊。爱甲挂出去对无？对。咱伫遮先煞甲伊占声，假使阮家宝贝来，甲咱吃豆腐，用爬着也要来吃我们的豆腐。如果马英九敢让他来，我们让他满脸都是豆花，让他用爬着回去好不好？爬着回去。爬着滚回去，好不好？请咱其他的社团代表啊，进来邀请咱的啊，民进党中迄个台北市党部吴主委来讲几句话。啊，咱的会长吼，啊，咱各位乡亲哦，今仔日咱来了解吼，各款因吼，实际上到底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伊食台湾米。啊，林台湾最大汉的，伊是讲高级的中国人，那是高级的中国人，就是高级的外省人，伊当去大陆，好啊，去甲胡锦涛去拼一个，我地位煞来较悬，唔贪得台湾，咧侮辱着咱的台湾人民，你甲想看卖，伊一个高级顶派去一个加拿大去做十二级顶的职务。哎，什么押金？那都是啥？用东西，伊就是个封闭红三金，所以讲在什么押金？啊，不但是安尼，啊，过来侮辱着咱的台湾人，咱是不是甲赶出去好不？所以讲哦，台湾这块土地袂当好大，封闭就是国民政权袂使好做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甲别人接对吗？对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啊，甲各项群来注意市民的遮吼，来在提报出咱的号，报向咱新闻局上台上台抗议吼，上台抗议，下咱要求新闻局的局长马上郭冠英来改制，吼改制，来撤职查办，咱要求伊撤职查办，包括伊通赔，伊这通赔的言论吼，马上甲办理吼，这已经犯着内犯，这个。
这个通北的吼，诶，这个刑法啦吼，这要求咱绝对按马上来做处理吼，按马上来做处理。来，官员呢？官员，来，来，来，这东西安全点的吼，那个维持秩序。来，这个在倒班啊，倒班啊，两规矩啊，两规矩啊，两。来，你抓看着领导，还抓着领导。来，这本的来。好，议员，好了，你的名字，陈世忠，陈世忠，放我六，他照了。交通秩序嘞，交通，这个维持交通的。我管你放炮，我就开炮啊！官员就放炮了。来，人民官员乱放炮哈，人民怒开炮哈，这摆是官员乱放炮，人民怒放炮哈，是咱这个是议会动员哈，是动员哈，而且特别向新闻部绝对提出上大的抗议哈，要求马上。将郭冠英撤职查办哦，撤职查办哦，这个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哦，没有什么好研究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官员乱放炮，人民要开炮哦，官员乱放炮，人民要开炮哦。这嘛目前增加哦，咱跟这个议员哦，跟咱的这个中联保哦，让新闻局做咱上大的抗议，来撤职查办，撤职查办，咱要求郭冠英，郭冠英马上来撤职查办哦。马上接了，接了，放心，我们就等着你来，这个放牛哈，放牛，放炮哈，等你来。我来倒榜，我来倒榜，我来倒榜，我来给他倒榜。挂了，挂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放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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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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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告诉我哪一个法令不能放鞭炮？你告诉我，你看你把我折断了，赔两块。我不记也不记哦，自己背账哎，自己背账好嘞，一背账哎，背账了。这次送你了，这次送你了，这次送你。你这样才像警察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捍卫战警？你这个把它放进去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啦，九十九年文官都没放炮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表达的不满而已啊。高官乱放炮，人民怒开炮，对不对？对。高官可以怒放炮，人民不能放炮吗？不行吗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来放鞭炮？对啊，你告诉我哪一条法律说我不能放鞭炮？台北市的烟高空烟火鞭炮自治条例，就是我把它挡下来的。现在还没有那个法律，找到我来这一场。郭冠英，你生不生气？他那个言论你生不生气？他跑错了吧？很生气，你很开心了。我刚讲错了吧？他们不讨论，我就是来讨论这个，我也不讨论。你如果觉得很生气，这五颗送你。人品会开价。我这五颗400块呢，啊、送你，你还不要？还能记过呢、啊？最重、最严重记过，我们要他下台啊！你怎么那么爱抢镜头了、啊？你就被放好料了。你明年放好料了，被放好料了，被放好料可乐了。给他官员搞到，给他官员知道我要绑的是别人。你先讲开心嘞，给我说一说咱们。两个是有开，后面。郭大英滚出来，出来吧！莫来吧，滚出来，敢做不敢当？撤职查办。